这地方是肿的呀，而且有筋包的趋势啊，我不跟你开玩笑。筋包是属于什么？这是人正常人的韧带。其实我们在练功的过程中，就是在撕裂韧带的过程。当马老师帮你们去撕的时候，它会撕成这样，对吧？你们需要踢腿，不停的把它撑开，撑开，撑开，让它变得松弛，压到你的踢腿会有回弹。比如说我把你压到这儿，你不去认真踢腿，它会有回弹。总之是会长在一起，明白了吗？你现在就属于这个。我要把你拉到位的话，它会你所付出的疼痛就是大的，就是硬硬的把你就是连在一起，就给扒开，扒开，扒开。为什么会有三分压七分踢的说法？懂吗？马老师今天把你只是撕开这么一点点，你努力的去踢，明天再撕开一点点，不努力去踢，你的短痛绝对会有进步。但是你一旦懒了，